阿红，你怎么巷子口的娃娃机玩得不够，到了缎带网又在玩了呢？阿胖，这台游戏机可不一样了，只要参加里面的游戏获得最高分，缎带网就会送给我们礼物啊。而且最重要的是，玩这台游戏机还不用花钱呢、啊。哦，有这么好康的，为什么不用花钱呢？只要购物满300元，缎带王就会给我们一个游戏机代币，就可以来这边参加游戏了。太棒了，我倒想看看这台智能游戏机和我们夹娃娃机高手阿红到底是谁比较厉害呢？好，加油！